今天美甲榜研习社小师姐给大家带来一个双色渐变款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需要用到这些工具。首先刷上一层底胶，照灯，刷一层蛋白胶，照灯，重复上色，照灯。用小圆笔先后取格拉图甲油胶的蓝色和 LOT 甲油胶的橘色，刷在甲面对角处。擦干净笔后，将边缘刷出渐变的效果。照灯，分别重复上色。照灯，取沙丁罐装胶的香槟金色涂在甲面中间。照灯，刷上一层加固胶。照灯，擦掉浮胶后，用短线笔取小鹿金属胶勾边。并勾勒点缀的线条。照灯，最后刷上封层，照干就完成啦。美甲榜研习社，要学就学标准的。图文教程下方有本次用了产品小鹿金属。